欢迎收听长篇都市玄学灵异小说《神像诡异》，作者白日放歌，演播穆思维、墨玉金金，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第3082集，说。这，您不能这样啊。不愿说那便算了，我马上就打散你的魂魄。欧阳话落，一股强大气势再度从他的体内喷薄而出，便要朝那阴鬼动手。阴鬼立刻便服了软，抬起鬼掌呈现出防御姿态，连连说道：我说，我配合两位，我愿入阴曹地府。欧阳闻言缓缓放下手掌，其实他根本不会打散这阴鬼的魂魄，只不过是在恫吓他而已。毕竟这阴鬼并未残害过人命的。王秉义的太爷爷名叫王德发，是一名道门中人。他的年纪虽然比我大，可是我却是死在他前面的。我死的时候只有32岁，那个时候王德发已经42了。他那时已是天师，道行处在第三境第三段。村子里面呢，有个赌馆，他喜欢赌，我也爱赌。我活着的时候，我们就时常在一块玩。等我死了以后，我也时常会去那赌馆里面溜达。就在王德发48岁那年的8月15，我们在赌馆里面相遇。他并没有为难我，只是警告我，如果想转世投胎的话，就不要害人。所以我之后也一直是听从他的这话的。他赌牌的时候，我就一直站在他身边，赌了不到10把，里长给他送来一封信，我当时就站在他后面，所以我也看到了那信上的内容。上面写着8个大字，华山市集速速赶来。他一见这8个字，桌上钱都没收，立刻便离开了赌馆。一个月之后，王德发回来村里，不过那时已是重伤之躯，而且是随时有可能会暴毙的那种。别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不回答，就在家里面躺着。对了，他这次回来带了13块荣灵石，他不仅送了我2块，还告诉了我，在荣灵石上雕刻什么样的法术，可以提升我的修炼速度。他说在他死后希望我可以帮忙照看一下他的家人，我也就答应了。停一下，他有告诉过你这几枚荣灵石是从何处得来吗？说了，是从华山得来。他离开的那一个月，除了赶路的时间，就一直在华山处理那件比较紧急的事儿。具体是什么事？当时我也问了，不过他说我实力太弱，知道多了没什么好处，所以就没告诉我。说到这里，阴鬼想了想又补充。对了，从他的言语里面来听呢，弄清楚这13块荣灵石的内在联系，应该就能知道他当初到华山去办了什么事儿。不过想聚集这13块荣灵石，现在而言有些困难。有很多已经被他的重孙子王秉义都给弄丢了。那他送你的那2块荣灵石你用了吗？我资质愚钝，200年了也没能参悟透王德发告诉我的那个铭刻在荣灵石上可以提升修炼速度的那个法术。那也就是说那2块荣灵石还在你的手中了？对。其实我的手里一共有10块荣灵石。10块？王德发后来又送你荣灵石了？这倒没有。那是王秉义给你的？这个也不是。我就是怕王秉义那个败家子儿把这荣灵石给糟践了，所以就……听到这里，欧阳心直口快地说道：弄了半天是你偷的呀。妖尊大人，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这不是害怕王秉义给糟践了吗？那阴鬼有些无力的辩解。
眼下我要入阴曹地府了，我愿意把这些个东西送给两位，不过我希望两位可以帮我办一件事儿。但是两位可别误会，我不是跟您谈什么条件，是真心实意的想求两位帮个忙。如果是什么伤天害理之事，那就不必说了，其他的事情倒是可以谈谈。这是张凡的态度，刨去道行、实力等因素，人家给了东西帮个忙是应该的，毕竟等价交换嘛。哎，是这样，我死后不久，我老婆就遭人欺负跳了坑，那坑啊就在村子西边，变成了淹死鬼。我老婆善良啊，至今也不忍心把无辜之人拽下水，给自己争取那一个进入阴曹地府的机会。两位都是有本事的高人，我希望两位能想想办法帮我老婆一把，让她在不伤害人的情况下也能进入阴曹地府啊。欧阳闻言缓缓摇头，这寻常情况之下，淹死鬼若是找不到替代者，是不能入阴曹地府的，恐怕我们也没有办法呀。您是妖尊呐，这位小先生也是第三境强者，难道您两位真的没有办法吗？阴鬼有些失落，欧阳坚定地摇摇头，看到此情此景，阴鬼神色一暗，重重叹息。这时张凡却说话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但我可以帮你问问牛头，如果他有办法我们就帮你办了，可如果连他也没有办法，那也只能这样了。张凡看过了，阴鬼的妻子也是一个良善之人，值得让张凡找牛头帮一次忙。牛头是十大阴差的牛头吗？您认识他？张凡缓缓点头，那阴鬼见了由衷地称赞道，强者就是强者，这人脉可真的是不一般呐，厉害厉害啊。也不是什么第三境强者都能认识牛头的，身上得有闪光点，就像我跟牛头啊根本搭不上关系。欧阳正在说话，张凡碰了他一下，不想让欧阳再继续说了。明白明白，我马上给两位去拿那十块荣灵石。说完阴鬼便一头扎进了坟地，然后又拿着十块荣灵石出了坟地。张凡一看这十块荣灵石千姿百态，形状各式各样，他把荣灵石接过来，随后又从包中掏出那两块从背头男子和摆摊老太太手中所得的荣灵石。见到张凡手中也有两块，阴鬼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他没想到张凡已经事先得到了1/13了。哎呀，就差一块，您就可以凑齐当初王德发的那13块荣灵石了。不过可惜，我也不知道那第13块它到底在哪儿。张凡没有说话，仔细感知了一番这12块荣灵石所谓的内在联系，可是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感谢你的收听，喜欢的话请记得点赞留言。